上呢，我们就来先进行第一阶段的游戏。Special 准备好了吗？知道我们要玩什么游戏了吗？平常很会划拳吗？韦静，你不要犹豫，听到他们说你很厉害哦。超会。很厉害。有没有玩过一个游戏叫海带拳？你知道海带拳适合在热炒店。今天我们在少年三国志，我们就要把海带拳变成少三拳。少三拳，刚刚粉丝都有学，对不对？你们还记得吧？好，那 Special 会玩吗？我们来试。粉丝，我们现在先把你的相机收起来，我们示范给 Special 看。我们刚好练哦，你们动作要做标准哦。刚我们用粉丝来教你们，好不好？海带拳呢，我们都知道节奏是海带。海带呀，海带，那少三拳就是，来手举高，我们来示范一下少三拳怎么玩。手举高，好，少三啊，少三，丰田要高一点，这样子很可怕，高一点，你看，哦，意下如何？意下很好，好，来海带拳哦，海带不是海带啦，海带的姿势，但是念什么？少三啊，五六七八。这是第一招，第二招平移，双手打开，与肩同宽，这个是要起飞的感觉，很好，我们要起飞咯，要飞去哪？飞来少年三国志。好，来海带，海带旁边到，来，刚是上面，下一招是旁边，来五六七八，海带呀，海带，海带呀，海带，少三，少三。海带做得很标准，但记得口号是少三，好不好？少三，最后一招很重要，胸前代表 X 代表什么 ？Special。所以呢，我们依照海带拳的 Tempo， 把它名字换成少年三国志少三。所以我们连续动作来一次哦，好不好？循环的上、左右、中间哦，来五六七。5, 6, 7,